回来了。魏姐夫，你在哪呢？怎么了？你别着急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姐夫，我姐她出车祸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姐她出车祸了？现在在哪呢？我们现在在医院呢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孙姐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之前你们出门还好好的，现在竟然不在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这意外怎么就出在我们身上了呢？不过姐夫，我姐都已经不在了，你也别难过了，不然的话我姐在天之灵她也不会欣慰的。对，兰兰，你说的对，这人死啊不能复生，现在你姐走了，兰兰你还是个学生，你呀、啊、要把你的学业完成。姐夫你说的对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这大学也快毕业了，剩下的学业我可以一边打工一边上学。你说什么呢？打什么工啊？你放心，姐夫啊会供你读完大学的。这怎么能行呢？姐夫，这我姐都不在，我怎么好意思再用你的钱去上学呢？行了，就是因为你姐现在不在了，我才要管你呢。你们爸妈走得早，你以前啊也是跟着你姐生活的，现在既然她不在了，我这个做姐夫的我也不能不管你啊。再说了，你姐早就说过你比她聪明，这上大学啊肯定会有出息的，等你完成了学业，你姐在天之灵也能安心呀、啊、可是姐夫。行了，你先别说了，你等着我，我去给你拿样东西。兰兰，这里啊有10000块钱，你拿着，这是你上大学的学费还有生活费，如果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，我再给你打过去。不行，姐夫，之前我姐在的时候你们两个也没少资助我，现在我姐都不在了，这个钱我不能要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、啊、姐夫给你的你就拿着。之前啊我给你姐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，你上大学啊不容易，我们两个会助你完成学业的，现在你姐不在了，你姐之前说过的话我也会答应她完成的。兰兰，你啊在大学里面好好学，不要辜负了你姐对你的期望。那也不行，姐夫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这里我只要5000，剩下的5000你留着吧。你给我干什么呀？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离不开钱，姐夫在家里呢没事的，给你的你就拿着。兰兰，现在你姐不在了，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将来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，再找个男朋友成了家，这样你姐也算欣慰了。我知道了姐夫，不过姐夫你放心，等我将来有出息了，我一定会回来报答你的。哎呀，说什么报答不报答呀，姐夫帮你不是让你报答我的。行了，你呀回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过段时间你就要该去学校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去收拾东西了。哎，东西都带好了吧？我都带好了，姐夫你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可以去车站的。那行，兰兰到大学了之后好好学习，什么都不用管啊。我知道了，那姐夫我走了，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。哎，进来。董事长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行，
那个，你没说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先下去吧。那行，这个文件你看完以后签完字，你放在这里，等会儿我来取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没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要回老家一趟，你帮我备辆车吧。哦，那行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行，下去吧。这一转眼都好几年了，我这几年也都没回去过。刚开始是忙学业，现在是忙着事业。是时候啊，回去看看我姐夫了，也不知道他在家过得怎么样。这门怎么都没关呀？姐夫，你这怎么了？哎，兰兰。姐夫。哎，那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来，快坐。工地上上班，不小心摔了下来，腿就受伤了。姐夫，你这在公司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去工地上班了？前几年公司裁员，我就被从公司赶了出来，后来没办法，得给你挣钱呀，就找了一个工地上的活，一直干到现在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要这样说的话，那前几年你给我的学费都是你在工地挣的。是啊，那个兰兰，你现在都大学毕业几年了吗？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大学毕业之后啊，我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，现在公司也稳定了，收入也不错。只是我没想到姐夫这些年让你在家受了那么多苦。哎呀，我这不算什么苦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开公司了？是啊。哎呀，兰兰，姐夫啊，没看错你，你现在是真有出息，你姐在天之灵啊，也会心安的。姐夫，你别这样说，我能有今天，都要感谢你跟我姐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姐夫啊，也没做什么，还是兰兰有本事。姐夫看到你现在这样，真的替你感到高兴。姐夫，你千万别这样说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你为了我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有本事了，我不可能再让你吃苦了。要不你跟我去城里吧，我在城里买的有房子，我以后照顾你。兰兰，你说什么呢？去什么城里啊？我不去麻烦你，我也不想拖累你，只要你现在过得好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该谈恋爱了吧？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，我去了都不方便呀。姐夫，看你说的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每天工作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去找男朋友？那也不方便呀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整天上班也不在家，我会找个保姆，让她尽心照顾你的，总比你一个人在家强吧？你就跟我去城里吧。你为了我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是时候让我报答你了。这什么这啊？你说我姐都不在了，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行了，就听我的，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东西去，你在这坐着啊。哎，兰兰，兰兰，兰兰这孩子现在真有出息，也长大了。